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第18届上海电视节，幸福空间再次荣幸地参与其中，现场人潮络绎不绝，盛况空前。我们啊，除了将精彩的节目内容介绍给广大的对岸观众之外，六位人气设计师也特地远赴上海，面对面地分享他们的设计理念哦。好，我希望能够把我这样为大众的服务的这种精神哦，从台湾移植到内地。在设计的部分呢，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跟消费者做一个充分的沟通。我们会把设计的部分保留，就是我们会适当的做一些留白的一个设计。我们室内设计来说的话，它也是来自于人性的需求。那我觉得大陆这边的大部分都是毛坯屋的形态，那蛮符合我对于所谓的建筑结构这一方面的设计能够充分的去发挥。我强调的是一个不过度装修、不过度设计的一个设计理念，这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必须要去表达的一个思考。相信透过上海电视节的举办，除了让更多人认识台湾的优质设计师，也能够将空间美学的概念透过节目分享给亚洲地区的华人。期待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专属于自己的幸福空间。